另外，看到2024国家清洁周，26号新城乡各村同步进行环保清洁工作。新城乡长何立台致赠打扫用具给乡内的环保志工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守护好乡内的美丽家园。农历春节即将到来，新城乡公所在26号实施国家清洁周，新城乡的全乡大扫除分别有空军教育训练及准则发展指挥部提供兵力60名，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连队提供兵力60名，协助新城乡公所共计120名兵力。另外，村级社区的环保施工队也自发性的加入打扫团队，共计有386人协助携手维护新城乡的好家园。下个月9号就是除夕夜，10号就是农历过年了啊。像每年这个时候，年关将近的时候，都拜托我们的金帮啊，跟我们地方的环保志工队，在村长的带领之下，啊，各村做个环境维护的工作，甚至打扫啊。这只是一个宣示，也是一个让民众知道啊，公所以及我们国军弟兄来关心啊地方的环境啊。在年前能够把自家门前以及屋前屋后以及公共环境领域呢，都能够来打扫一遍啊，这个迎接新的一年龙年啊，那我想这个意义非凡啊。谢谢部队每年啊长期呢，不管在风灾啊或是地方有需求的时候，各位啊驻军啊弟兄姐妹都愿意来为我们尽一己之力啊，帮我们地方啊来不止来抢灾抢难抢险以及各方面的环境的维护啊，啊，我们是金爱民啊，民进进的一个表率。那谢谢各位村长及环保志工，那现在都在我们各个村办公处啊这个地方等待各位我们的弟兄一起跟他们配合做环境的这个维护啊，啊，谢谢各位啊，长期来支持新城乡。乡长何台表示，国军与志工在寒冷的冬天协助环境清洁，让环境优美的新城乡更整洁，迎接新年。感谢空军教育训练及准则发展指挥、空军401混合战术联合队以及各位志工协助新城乡环境整洁的工作。乡公所及乡内各部队以及志工以及公共区域环境为主，例如道路、公园等等。新城乡在平时清洁队的精力回顾之下，成为幸福干净的城市，因此呼吁乡亲要把自己的住家以及周边环境打扫干净，门口、人行道、4公尺以内巷弄以及家前的水沟等等，乡亲共同来维护乡内的整洁，除旧新，过好年。记者金弘毅，新城乡报道。